嗨！哈哈，各位神仙大帝，恁的礼物来啊！来，各位神仙大帝，即马所看到的，就是咱伫每周祖庙所刻香火袋啊。没错哦，这即将要过咸水，转来到台湾来送给恁咯。这么好，哇，安尼。怎么样要取得呢？哦，这个哦，因为要过咸水啊，我们又舟车劳顿，要坐船翻山越岭，哎，拿这个很困难，所以什么叫这个很困难？不是这个取得很困难，取得这个的过程非常的艰辛，所以呢，你们要拿到这个过程呢，也是稍微要有一点考验啊。是的，所以呢，今嘛呢，题目来了，题目来了，请问我们的第一集、第二集、第四集、第五集跟第六集，还有第十集的庙会。分别是什么？哪几场？请作答。哎，拍谁哦？不要太大声讲哈，请用 FB 私讯到我们的宝岛神很大里面，小小声讲就好了。我们会抽签出来送给你哦。私讯哦，私讯哦。如果你不小心讲给大家听的话，这样子有越多人来抽奖，你就越难取得哦。千万唔通伫个留言内底爆雷哈。咱最后呢，买伫阮的迄关老爷面头前呢。为各位来抽出幸运儿十位哦，十位幸运儿哦，到底是谁可以得到我们的小口袋呢？快来留言，快来留言，快来，快来我，快来我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